了那么先生们女士们，北京时间21:49，麦森熊二把一首加藤懒让大叔的报菜名送给你们，要王八吃烧鸡，金边的鲤鱼上大席，米汁丸子土豆泥，玉米棒子对猪蹄儿，家常饼蛋十一，羊肉泡锅让给你，麦当劳肯德基，麻婆豆腐配肉泥，蒸小鸡儿对小鱼，山西的烧饼凉面皮儿，肉丝肉片和个烤鸡，一品的山药蜜汁梨，要几颗闹，金苹果子来一套，四川的火锅加米线，兰州的拉面能解馋，武汉的红油热干面，山西的面食数不完，桂林的米粉送鸡蛋，高米袋的豆腐干，湖南的蒸仔下米饭，广州的菜熬有点甜，内蒙的羊肉有点鲜，东北的火腿挂一年，熊家菜响当当，鸡蛋灌饼加蟹棒，大油饼和油条。